居然带了多兰顿，这确实是很难以让人置信。不是，这魁罡体也太垃圾了吧！不是两级被一级这样打。我在这里，创造我的真理。他一点都不怕我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伤害的魁罡体。别卡线呢，我等下被抓了怎么办？这卡线有点太不公平了，我让他打我一套吧，把这兵线清一清，打我单兵堆里。我交替出来了，单兵堆里让他打，我让他就把兵线推过来了。他一直卡着线，我有点玩不了了。哥们，你推。他毕竟是无消耗英雄吧，耗我肯定耗不过他。久战与我不利。这么有实力吗？啊！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！要 Q 一我了，我往前骗他的 Q 一。哎。我六级喽，这是谁家防御塔下面？你要小心了啊！虽然我战斗力可能不怎么样，快走！再 Q 我，我要翻脸了！你都没大招，太装了。这波死就是太不当人了。
不能完全把我当空气，我是有点拉，但是没那么垃圾，还是有战斗力的。 还买尊严？没有什么怪物能与我的荣耀比肩。放心，我很懂事，包给你投的。 大家都很舒服啊，这样。黑夜过去的一瞬间，掠食者都会变成猎物。剑魔有点不舒服啊。 虐了吧。 又是时光老头啊！太恶心了！想念天使的第一天，要是玩天使就不会这样了。
这个复活啊，我操，要烂掉了。感觉这把不好赢啊！别急，注意我的细节啊！过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细节啊！救下来了。敌人有任何问题，我就是唯一的回答。再来个爆破，他的塔就爆了。等四十秒，别进！他交三弄 Q 了，刚刚。第一声肯定会放三张 Q 的，假装进去，然后晚点再进去。这个塔先不吃了吧，塞拉斯会守。我炮车掉了吗？没注意，先拿个战略点吧。卡莎也很肥呀、啊，水晶鞋吧。这卡莎五杠六杠零杠九。
一波两千八，可以更多一点吧，把塔拆了还有战略点呢，我还想再吃波兵啊，应该来不及了，撤，感觉他回不去了。拜魔吧，拜魔吧，不出拜魔真顶不住。没有什么怪物能与我的荣耀比肩。来了很多鱼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这点搞得我炮车都漏了，真烦。干什么？要打我啊？你能打死我不成？啊？不给你家卡莎加速啊，这么自私啊，给学长的一个超大手物，嘻嘻。能打吗？滑板鞋，
下路也站起来了。 A 塔会吗？ 撤了呀。 回家干什么？补装备。 完全体，再升个18级就完全体，再吃一波吧，升个级。 5368，9滴血，200的双抗，技能提速有点少。 400护甲，267的魔抗。嗯。我的祖先建立了哪座？他们没被神明击毁，可也奉圣宠。我也不会。
太大了，把他带走。这局看着太爽了，哎，不是奎章你很垃圾吗？怎么玩？